哎，大海，平常是谁在做你脚痒痒的？这款可以250个。嗯，大家该一起进来了吧？我们先试玩一次给大家看看。这个第一关目前看起来简简单单的。嘿，有个纸飞机撞人是怎样 ？Shift 可以道具。这个教学关卡、欸，你也在这啊？哦，弟弟也下来了。纸飞机狠狠一顶，直接。啊！这个纸飞机在干嘛？纸飞机超强。弟弟，你上去过了吗？我当然，我就是被纸飞机撞下来。OK， 纸飞机这里要干嘛？要快呀、啊！我、欸、完了！要快呀、啊！完了！哎呀！啊！哦，你也在这啊？直升机会锁定啊？不扯啊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啊。OK， 我知道了，纸飞机好像是要把它干掉。别，你们有人飞上去打一下，不要，给个机会。下来啦，下来吧。我直接手撕那个纸飞机、欸。好。欸、大海，你往头上看，可以看到后面的路了。要我腾空飞跃就对了。OK， 你可以看看后面的路剩多少了。看起来其实后面不多了。我现在38了，右下角那个数字。哦，哎，右下角有趴数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一个一个来，你先。我要上哪里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故意的是？不是不是，我刚角度也掐好了，你赶快走啊！我怕我那群完蛋啦！你不要演，你刚刚太离谱了。不是，我刚刚那群，我刚刚是要往上飞，结果白痴站在那里。那你知道，我也别无选择。来，前面我已经很熟练了，根本就无所畏惧了。开不掉这个直升机了呀！OK， 弟弟哭啊！哦，我会被你气死！不是，你怎么停在这里啊？哎，完了，我把自己也打下来了。OK， 啊，零趴了啊！我 OK， 我没死那么惨，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就是如果按 Ctrl 也会攻击。我希望那个房间是储存点啊！等一下，有点不知道路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先停一下。哎呦 ，Hello！ 你好，我还以为这个压死，吓死！这游戏真危险。我回来了，漂亮，上来了。好，你们要两个一起待这啊？原来那个就是一路向上就好了。对啊，那就跳黄科就好了。哎哎哎，丁毅，别打我，你别打我，我打死你。哎，拜托。愿我先看一下这一个哦 ，OK 哦，拜托大炮，你也冷静一下。哎呦！啊，你开始了，已经进入纸飞机的节奏了。哭啊，纸飞机原来在这里哦。我在跟你说了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他们三个不一定打得过我。我告诉你，他们三个不一定打得过我啊！敢做矿主吗？中一下，呼！哎呦，我能操作，我能操作，哎，看你怎么都下去！哦，解晕了，有动了，动了，给我解晕了，我解晕了，呼！哦，出来了。OK， 来你走，你走，不是，不是我，
他只要被晕到一定，那个很烦哦。他被晕到一定的时间就不会再晕了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哎、欸，看到你们在哪里哎、欸？真假？6%是吧？哦，白 gain 0%，我掉下来了。我要大狙，哭啊！放狙狙你都不够，你赶快、啊，你玩完换我玩啊！你都刚好顶到墙壁哦，哎、欸，嗯，最后一个是吧？哎、欸，你别撞我，你别撞我，换你吧，换你吧，我看一下，我观察一下状况。好，我感觉可以一直不要蓄力，然后就一直打。完蛋！好，完蛋！你要开始了、欸，完蛋啦！哎呦，危险的人掉下来了呀！我来按一下 tab， 现在是多少呢？哎、欸，没错，8.2，哎，还在掉2.4啊！啊，开始往上了，哦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怎么可能？哇哦！怎样？飞机倒是到了、啊，但我不太敢走进去。要吧？感觉要勇敢。动，可以。哇塞！我不小心把3台飞机都打碎了。完蛋了！他们开始攻击我了，请不要！敬礼，敬礼！我在外面敬礼啊，敬礼！大凯，快进来救我啊！敬礼，哎，祝你一路好走，我离远点。不要啊！祝你一路好走。哎、欸，我醒了，我醒了，我醒了，我、哦！哎、欸，大海，你进去、欸。你不要在，你不要在，你很危险的、哦。你先进去。好，我试试。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要怎么进去啊？不是，那个是个小洞而已啊。不是啊，就上面那一整条缝都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有块板呢、欸，原来有块板可以站啊、哦。板上去是一整个平面，它是一整个平面的。完了。我开始起舞了，我开始起舞了，叫我，叫我，叫我！哎、欸欸，大凯，我去尿个尿，我去尿个尿。你叫我，叫我，我先走一步，我，哎，救我！哎、欸，我复活嘞！哦，还好，嗯，哎。嗯，是我狂逃太慢了。哎哎哎，冷静。哎、欸，啊？怎么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没有弹上去？哦，哦。哎、欸，大凯，你怎么扁我？我没了，我没了，没了。我想说你怎么没有声音的？哎呦，看来你也经过那个纸飞机的洗礼了吧？你被飞机打下去了？有第四台纸飞机啊？不是，有第四台纸飞机啊？哪里哪里哪里？真的还有纸飞机哦？哭啊，这纸飞机很神秘，很神秘，真的很神秘。我只能说，真的很神秘哦。为什么是我掉下来了？我不太懂哎、欸。哦，我懂这个意思了，我扎了第四台，哪一台了？该不会你刚偷偷打我吧？乱讲乱讲，我一起过关的、哦。哎、欸，飞机没发现我哎、欸。这边是怎样？西字跳啊？他怎么又复活了？哦。我终于来，别这么弹啊！哎、欸，我记住，我、哦、你的那个趴数跟心脏的那个跳动很像哎、欸，那十一十一没有声音的，一哎、欸，没有死透，没有死透，其实没有死透。我看你等一下，你们可以放心的冲啊，不会回去啦。哎、我心情好时段。他有那一区、哦，另外一区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在抢的对面？有另外一区可以救啊！
是万劫不复啊！啊，我就说了，这边是万劫不复区啊。OK， 信你了。啊，就跳吧。你按一下 tab 可以吗？不要，你按一下 tab， 你按一下 tab。好。没关系，游击队。你我真的没有回去啊！我真的零八呢，零八呢，这零八呢，不是，我真的被零八了。你看我刚刚失败了，我是掉在他下面。在墙的另外一边，你至少要飞到墙的另外一边呢、啊。大凯，你是怎么飞到那里的？不是哦。我没有接到那个球哦。哦，完蛋！这里也太难了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，拜托，拜托！啊！十、十七、十九，还有救，18.5，还有救，我还有救，我还有救，哇哇！哎，你们为什么都会掉到那里啊？还是我为什么会掉到这里？那个飞机直接给我一拳。其实要到那一边好像是不能。完蛋，好难，这里真的，我觉得。前面没过，来到这边有点狗。我到墙的另一边啦、啊。但这边好像没有比较舒服吗？墙的另外一边比较暖、欸，有那么一点痛苦。不会回去啊，痛苦比较。该不会下面这个洞就是回去的路吧？我被打到了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不要！我在！大哥，下去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等一下，你先跳！你们先冷静， okay. 我还没，我跟那个地方还不熟。我 ，OK。OK， 我高速送他。OK， 我来看看这边该怎么走。这样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好难哦！完蛋！就最左边那一颗啊！我好像有看到。哎，等等，不要打马铃球！哎，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！没事没事，大哥。没有，没事。回来陪我吧，你们。呼！都回来吧。呜呼！原来墙的另外一边长那样啊，根本什么都没看到。哦，六点三趴，0.8%，直接走过去被一个尸体撞下去，再也没有上去过了。一定有人在搞哦。OK， 等跟着这个大炮走。哎，刺的中间可以走吗？完蛋！大凯，刺的中间可以走吗？你本地人最了了吧？没走过，我下来的时候都是一个卧倒的姿态在刺上，没有任何尝试走过的时候。啊！我碰你！回来了吗？我们本地人代表。哎、欸，我好像知道怎么上去嘞、欸！不会吧？你不要把我送回去啊！我不要回去啊！我找到路了！老兄来喽！被我们本地的祖灵送了回去啊！大凯，我刚刚发现了你们那边的秘密啊，然后就直接被送回来、欸。哦，怎么连本地人都不知道秘密吗？嗯，我刚刚已经知道那个路到底怎么走了，直接就被他送回来。我们真的秘密被发现了，那是一定要处理哦。这样应该会是我们最后一波了，大家用尽自己的全力吧。All in 啊，用尽所有了。OK， 是得用尽所有了。最后一波是这样，谁到零趴为界限？妈，到零趴的就停了。到零八的人就停了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吧？巴拉巴拉巴拉！丁有没有淘汰？
六，我被你安全的淘汰喽。只能说路很多条，请你停下，请你停下，请你，请你停下，不可能吧？淘汰了吗？大家掉死！八九八七九，没有八七六三，我没有死，我没有死。四点三，走下去。如果你倒了，你还上得去哦？哎，一定的。阿杰，现在到18:19吧，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，哎。最后落地没有了心跳。哦，干！白给，白给！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冷静，你们两个弹，最后弹点，最后弹点，看一下结果。哦，这是0.88，你没死哎、欸！活了，是的那一边不可能。我靠，不可能吧？还大海选手，我、哦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这个垂直的降落，0.88，又是0.88，活下来了。还是我们该上调到0.88。临时改规则，这是对我极大的不尊重哦。我感觉好像要每分钟涨1%嘞。你说水淹上来了、哦，这么水哦？水在淹嘞，还要接下来0.8也死哦。纸飞机，帮我扣一下纸飞机好不好？纸飞机我趴着嘞，我纸飞机我趴着，没事。纸飞机你不要，做好的。纸飞机顶，做好的，说好的。顶上说好的、欸，冷静冷静，不要哎、欸，冷静啊！还没，大概0.88，淹死了，大凯被淹死了，我死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我死了。我只能说右下角，2:40将出动那个抓人的，的猎人来了，猎人掰哥要出发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全员逃走中哦。猎人已经准备完毕，大海就起跑线，五来来准备了，开始，从零八开始，一出动，出动，猎人出动，猎人出动，靠，猎人输了，不是没事，大海，猎人没有压力的，大海，哦，猎人有压力的是猎物啊，猎人很拉倒，哦，处理他，哎，帮我盯着那个猎物，我上来了，我已经上来了。他40%，他40%，他跑不远了，他跑不远了，抓到他真的不远了，哎、欸，他在16%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他在走，卖东西是不是？啊、抓到你了，打下去了吗？他在打你，快逃，快逃，快逃，我还没到，真的，逃吧，打吧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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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们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猎物已死去，哎、哦，计划大成功！嘿嘿，按订阅，按订阅。快订阅，快订阅。大家记得点赞、按订阅啊！